间的经过，江水流袂回，秋天来的飞，写着思念偌济，所有美丽慢慢的离开，永远不变是我的真心，所有灿烂换来的空虚，无声无息对伫个身边。若是为每一个人无同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，就当道出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。其实我的立场不是阿公写，那不是因为我，有人变成一对苦命原因。那是意外，相当无愿意发生的意外。我帮阿三阿耍好不好？阿三的心内是绝对袂比咱较好过。听我讲啦，阿三，你干嘛要管他死活啊？阿三是个杀人凶手哎！阿三嘞？不过但是感情才是安尼，发誓嘛，是喝酒误事，你莫想超过哦。我哪里超过了？你帮我杀好不好？阿兰，嫁给我。身为阿龙好兄弟，我就更应该要有责任，好好的保护你。阿龙，你敢答应？你为什么这么笃定？阿龙就是阿三害的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好了。你阿母听到提亲哦，足欢喜呢。自从你阿兄离开了后，我头一遍看伊笑嘞。难道你要看你儿子比死还要难过吗？妈，我是真心爱阿龙，你可以成全我们吗？做父母的，都希望家己囡仔会幸福。其实我阿婆那是当娶你，真正是真心人小好心，已经决定要答应阿婆的求婚。这条钱。唔，那是要救我的公司，嘛是你救我的命，你知影无？塔罗以后就根本就无你。明仔载我来台北找伊。啊，不过明仔载我要娶新妇的。替我甲阿婆讲一声歹势，我要甲金星亚西哦，甲我阿三来拍，可以有一个重新站起来机会。你真正要放弃？戏金啊，戏痛啊，一点时间。阿兰，在看什么？是安怎？阿三，伊拄仔踮咧遮哭。你有看到阿三啊？青春的肩膀，放弃。
要回信啊，阿伯想探听一下，赶紧回信。拢嘛为着你啊，阿小怕鸡啊，卡袂着就甲人起卡动手。真正有够袂见笑，我才惊你会逃兵诶，惊我会兵变，我敢唔敢你再做伙啊？是无做伙啦，有斗阵啊，对哇。这是啥哈？赶紧脱啊！祝贺您啊！永浴爱河，早生贵子。多谢丽娜阿姨。丽娜，老头家有什么代志还要紧？透早就赶去台北。哦，伊无详细甲我讲呢。啊，无你妈嘞？啊，敢有讲伊要来？伊有交代讲，真歹势啦。啊，等下打开镜，有真侪代志要发落。无，我先来餐厅等。啊好啊，恭喜哦哈，多谢，多谢，你来多谢。你唔通啉酒醉咧啊，等我哦。好啦。阿婆，哎呀，恭喜呢！哦，我都唔知啊，你穿西装啊，有够缘投的。感谢你专工来啦。哎呦，今日是大喜日子，啊，你搁小唯一的亲人，我当然爱来啊。哎，哎呀，这啥人啊？你唔免介绍，伊播的电影我有看过啊。啊，阿姨啊，温小弟，都麻烦你替我照顾哦。阿爸母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咱要来一道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你今日出上桌先乱摆。当然是新郎新娘甲双方的爸母母姑坐大位啊。哦，安尼讲起来，我老母的位应该要留了吼。哎呀，我和阿母就亲像我的亲生阿母，伊咪安尼啦。阿婆。阿母在过身无外久啊，你得袂记地上生哦。嗯，
无才阿母啊，把你生到这烟头，这种材料，结果呢？你怎尽量做老母哦？啊？阿辉，阿婆讲了无唔对啊！我阿母明明就伫遮呢，为什么搁要留分去阿爷位？安尼，敢会感觉足奇怪？你就遐讲，那是你阿母啊！安尼敢有啥期待啊？伊是有啥物事在坐伫遐？哎，你敢咪失笑过哈？今天恁小弟哦，大喜的日子啦！恁若有啥物来祝福，莫让大家为难嘛，对吧？嘿啦，啊大家吼，无需要用安尼拍歹气氛啦。阿辉啊！你放心啦，我袂去坐错样道。准备这一段啊！你听到吧？还有心情啊，当遮啉烧酒啊！一个月时间到啊，钱敢存落？做人敢着做遐尼绝，拢无咧带念咧。哎呦，人亲情钱性命，关你哦一个月时间哦哩。对我头路来讲，互你上大牛波安尼哈，你哦莫要甲我软土青骨啦。是啥软土青骨啊？你吃口人！我有在想办法啦。你即马才要想办法？安尼我即马改变主意啊！我无爱现金，我要你摕台当，甲国姐出来我赌下。你讲什么笑话啊？阮老爸即马搁伫个啦，目前我无在处理。但你是咧烦恼啥？你是黄家的孤囝咧，讲一下歹听，恁老爸若娶起来，以后黄家所有产业拢是你管的，安尼对你来讲，敢有啥物困难性？袂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不过这嘛是以后的担心，你敢袂开咧等？啊！恁老爸搁家务偌久啊？啊，民工我嘛是等啊，啊！你讲话较放较尊重的。你若给我时间，我愿意摕台当，甲国姐给你赌啦。你讲的哦，你讲的哦，等，我也绝对等你哈。哦，老家，你那遐尼安静啊？哎呦，你的面色无够好看呢，哈，是要甲伊过啊？啊，哈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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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爸。
然了不要紧啊，你戆嘛戆死人，骨头拢安尼皮啊牵咧行。看起来我才能分乎你个，不然强一半，这个决定是正确的。你要分一半财产给阿布拉？你敢我相信一个外人？我唔相信家己后生。你是你家己做得来，我无同意啦。咱冤家的代志，你凭什么？我是拜托阿布拉替你收咱冤家的产业的，我无用冤家几代人的性命，互你败了了。阿爸，为什么你就是永远无法度信任我？你拍出什么电影？啊！这个公司让你不敢负债累累，你叫我想要怎信任你？我本来已经要开店了，哪知影阿三你先出状况呢？你细脚刚陷害，还这么前途都乌有去啊！你给我个这点么傻去？是阿伯来跟你斗的。你是傻去，还是头壳歹去啊？啊！你若用傲步讲细脚，你当作台湾都无法度啦，好见好前途，败甲不如无啦。你真正让我足失望的，阿爸，我无可能让你安尼做。你无需要再讲啊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对啦，伫你心肝内，阿伯拉才是你囝，归去连我迄份哦，拢无伊啦，顺便叫伊替你捧大脚回去啊。无你妈，你阿爸，阿爸。暗淡无光，乌云扎着迷失的青春。请问一下，阮老爸哪会拢还袂清醒啊？在等朱定医师会来，你等问伊。多谢。头前的路也搁有偌远，茫茫风尘。怎样打算？阿爸，为什么你就是永远无法度信任我？这个公司让你不敢负债累累，你叫我想要怎信任你？好嫁好前途，败甲不如无。你真正让我足失望。你心肝内，阿爸，这是你囝，归去连我迄份哦，拢无伊啦，顺便叫伊替你捧大脚回去啊。无你妈，你也无怨妇。阿爸，你完整吗？阿爸，你也是上下流氓。阿爸，你是安怎啦？阿爸，阿爸，哦，阿爸，啊，你受够要求嘞？啊，咱就讲好啊，你唔同恁老爸家吃一年啊，啊，我也不是袂堪去等啊，啊，你遐紧我错个？阿爸，阿爸。文妈，唉，免烦恼啦。等你老爸至少你气节无死嘛，半条命。你后做你放心啦。冯家的财产哦，你即摆已经一半给第二个落地下来啦。只要目睭若起来，拢归是你的啊。我礼拜替你看，看目睭影真正起来无啊？唉，迄人哦，当伫洗，唔好甲卡着啊。我的妈，是讲哦，你即马哦财产安尼嫌伤济，袂安开哦。你欠我分那利息钱，你若要加算一寡，我嘛无意见的哈。这拢是你甲我设计陷害，我若不是让你逼到买卖松散，阮老爸敢会倒伫遮？哼！我看你讲话嘛真笑亏啊！啊，我迄阵啊不是甲你讲，讲我下堪咪等，要会知你安尼遐尼啊急，要你。哦，你才是够厉害呢！你安尼有法端咧做到恁老爸咧气死也无伤，我学咧头脑就足够啊！哎，你知道我是安奈学无着？你这句话是啥意思？你也清楚，现场恁全家我一个，只要我那一句话，
会当你变成孝子，嘛会当你变成一个杀人凶手。你即马是在威胁我？你即马算是好野人呢，我头路上爱交钱啦。我是惊你讲袂记我这个朋友，我唔是安尼专工来甲你提醒。是讲哦，我是甲你恭喜一下，要不我先来走啊，等来等你好消息啊。会记得啊。我是怪掉，你敢不知道我的心苦就烧的，就痛的。不是我，是阿三开的，不是我。你为着要拆散阿三跟阿兰，把我害死。想你的心肝哪会这么凶？你敢不知道阿兰爱的人不是你？乱讲！阿兰不爱我就不会嫁给我。乱讲！我的命是我。从我们结婚到现在，你几乎每天都做噩梦，到底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哇塞！你哪会来啊？因为伊害死阿良，才会大刚喊名。阿良做鬼哦，嘛要帮你算。乱讲！阿伯，阿三说的是真的吗？阿兰，相信我，是阿三说谎。是你咧讲袂惨，你为着要拆散我跟阿兰，害死阿良，够侮辱我。阿伯，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，这么残忍啊？他是我哥哎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阿兰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解释。阿兰，你现在怎样？我不是凶手，等下我请我弟，行。阿兰，不要离开我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阿兰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放开我！事情不是这样子，该崩溃！呀，阿兰，阿兰，怎么啦？从我们结婚到现在，你几乎每天都做噩梦哎，到底怎么了？
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精神科？我人好好的，看什么精神科啊？你常常将睡梦中惊醒，时间久了，你身体会出问题的。我身体出问题，你最开心不是吗？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？你身体出问题，我会开心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最近压力太大，太累才这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明天我跟阿布请假，陪你去看医生好吗？再说了。这是后一栋唐山大雄的本事，恁建议算团。是，头家娘。经理。老板娘。孙经理。哎。啊，你哪会从走来？来来，请坐。啊，好。哎，我来就好了，我来。孙经理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不干了。你要洗头咯？做好，哪会要洗啊？哎，老板娘，我就直接老当的跟你说好了啊。自从这个大老板娘过世，花莲县院交给阿辉处理以后啊，我跟她的想法老都不在一块儿，我们经常为了经营的事情起冲突啊。他都不听我的劝，你知道吗？你，我是怎么想啊？我与其待在华联县院啊，这有志无权的勾栏湾啊，还不如走了算了。我实在做不下去了，我。孙经理，阿头家吼，今麦当需要你，甲伊看头看尾，那边有你道话，啊，我们才会放心。啊，你若走，你是要放弃好多心？遐嘛是头家的心血，阁是起家戏院，啊，便是起家厝同款。安尼你敢不敢走？好，老板娘，你说的我都懂，你放心，你们都是我老孙的恩人，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行吗？你要我上刀山下油锅呀，我做不到。但是忍辱负重啊，那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从现在开始，华联戏院我就扛起来了。有什么事我随时给你汇报，啊。孙经理，多谢你呢。哎，老板娘，你不要那么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我先回华联了，啊。谢你哦。你放心啊。孙经理，保持联络。好啊。阿母，阿母，啊，你当时来？都来啦。你想怎？你是想是谁？拄只孙经理吼，为着甲阿辉袂合，啊，搁要洗头路啦。这阿辉哦，实在是真挑工诶，天要甲咱作对。其实阿辉吼，确实受着委屈，这段时间变化遮多，真正是为难伊啊。
咱都是一家人，爱互相扶持啊。是安怎？啊，抓我金兵看。阿母，我觉得你好伟大哦。卖塞奶啦！啊，你唔是讲要去广告公司应头咯？啊，结果安怎？得等伊回消息啊！伊若是无应我吼，是伊的损失。查甫囡仔讲话较避俗。啊，你若是有闲，紧去准备你的期末考啊！阿婆拢敢伫个期末考之前结婚啊，我是要紧张啥？阿婆是阿婆，你是你，我嘛无赞成伊安尼做啊。啊，不过迄个时阵吼，伊敢若规身想要娶阿兰啊，啥话拢当听袂落。我嘛是感觉吼，因两个人那么想清楚就结婚啊，以后一定会有问题啊。阿母，歹势，我看我到啊，阿兰。先坐啊！你是安怎啊？人是不是在不爽快啊？阿兰，啊你若是艰苦，就去给医生看啊。阿母，阿妹姑我不要紧啊，我只是睏无好啦。阿兰，你叫我一声阿母，就袂输我的查某囝同款。啊，若是有啥物话吼，你就甲阿母讲，莫藏伫心肝底，哈。对啊，你若是有啥物代志，就讲出来，大家参详啊。我惊阿婆会无欢喜啊。有影无？我早就讲一定出问题啊。我叫我准准准，你点点啦。我哪讲唔对？是不是阿婆甲你欺负？你讲。阿婆啊，已经有一段时间拢睏袂落眠，个性嘛愈来愈暴躁。我叫伊去给医生看，伊嘛唔去。我是惊哦，伊的身体早晚会拍歹去。阿母。敢袂当替我甲考卷，叫伊去予医生看。你莫烦恼啦，吼，我来处理。不管是头家，还是老头家，若是有转去厝的，还是敲电话，你拢爱甲我通知哦。好，就先安尼啊，无其他代志啊。我跟你。有一位老高飞先生要来找你。阿辉，请你入来。是。大家请。阿经理，你好。阿辉，请坐。啊，多谢。我了阵，你阿婆喜酒吃煞，就倒去华联啊。我就想讲，既然来啊。都加了几工啊！来，先说甲迄件代志处理你的。华联迄边迄院是有啥物问题？啊，你唔通误会，无啥物问题啦。是有一挂代志想要甲伊参详啊。你阿爸教阮哦，拢是家己人啦。有啥物代志，找你讲，免客气哦。我想讲以后华联摆片，等我交由台东你来负责啊。啊，不过华联迄边，你阿爸毋是安排了真好势。那向阳想要跟我合作，啊！你跟我问过你阿爸意见？即摆华联迄边是我咧负责啊。我讲才有准算啊。我就是无想要继续甲国际银行往来啊。拄好食喜酒时阵拄到你，唔再想讲找你参详看卖。这件代志。我做袂到，我安尼做是想要减少冲突啦。恁也嘛知影，阮老家甲油价关系啊。阿辉，搁较安怎讲，阿婆人嘛是你的老爸，敢有需要老家油价分甲遐尼清楚？
无想讨论这件代志啊。在商言商，莫用感情来影响做生理啊。陶经理啊，拜片代志，麻烦你跟我斗三工，这会员部分咱好参详啊。你误会啊啦，我做袂到，毋是顾虑着啥物交情，是因为连阮台东的片，拢是恁外公阿姨咧摆的。所有的片源，我是顾在遐伊咧接接的。啊，论设备，论规模，恁台东赢过国际呢。啊，恁老师啊，靠一个小片伊替恁摆片啊。恁阿爸用选片真有眼光，这点应该真清楚啊。这几年应该嘛，让你的片伊赚袂少钱吼。这毋是赚就赚少的问题啊。就参照你拄则讲的。在商言商，莫让感情影响着生理。而且我嘛爱提醒你，莫讲你甲阿布拉是爸仔，就算讲是生理上的伦理，你是不是嘛应该先甲伊参详啊？陈世贵，阿母，这小冰箱是让阿兰在处理哦。安那才用，侬免准备期末考。我家己安排时间复习，你莫那细细念嘛，安尼会亲像黄脸婆。阿高姐，阿妹姑，过来找阿门哥出来啊。嘿呀，咱拢无讲到，文清阿姨是安怎家己那车养大汉的？你嘛较拜托咧。也无甲伊带做伙啊，是要安怎讲啊？哦，啊，华莲迄边敢有厝边甲楼下较熟啊？厝边真济哦，啊，不过吼，若毋是搬去都市，就搬去天顶啊。其实吼，就算是厝边，嘛无可能知影伊的日子是安怎过啊。你若是想要知影详细情形，你应该去问哦，自细汉就甲你婚庆阿姨带做伙，安尼毋才对。阿母，你是讲阿辉哦？阿辉，但对你啥物态度啦？伊无可能甲你讲啊济啦。这吼，就要看你用啥物角度去甲阿辉讲，不得卡你会当互伊了解，这本小说是为着你婚庆阿姨写的。你放心啦。时间若真正问无吼，阿高姐啊，这还阁有一条金凤线线索，我再查一下，替你联络看卖。阿高姐，安尼我着先甲你说多谢。啊，老师甲你讲讲话，煞袂记你讲我是来遮找阿鸟的。我这两天还无看到伊呢。郭振兴，你好。孙经理啊。我要跟你讲，哦好，我会甲布拉讲哦，叫两家处理。好，多谢。我了嘛，我看你啊，实在在把找阿三啊啦，你讲。阿鸟伊也唔捌去过都市啊，伊伫咧台北，敢会碰见啊？代志哪遐济？阿哥，先麻烦你吼，四处找看卖啦。我联络阿布拉处理阿辉的代志。好了。阿辉是有够安怎啊？大哥，你真安静啊！我有代志要找你讲。阿明姐，
你不要我替你摆平，啊，刷下来到底在怕啥？我有什么怕啥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我替你摆平，我拢不要紧，要么至少要等你安排好，再来等我这边片完。你即马安尼做，对你的信誉伤害是真大。是安怎？我跟你讨论啊，我都是无想受你控制啊。你要跟其他片商接触，我拢无意见。所以即马，至少唐山大兄是赢我完。你放心。过两天，我就去台北做片商，得到片源的问题啊。其实咱做生意哦，那是为了赚钱，对员工的责任是真大。一个无负责任的人，竟然来教我什么叫做责任呢？你敢会感觉做好笑的？好歹哦，我拢是恁爸啦，那袂用跟我讲，一定爱来考试啊。等下讲者。迄个时阵哦，有较紧急啦，啊，我甲好名合作家辉，啊不啦，这体吼是抽地母水，这个囡仔吼袂当对你生。爱对阮生老，阿爸，自从阿公甲阿母过身了，你敢有回来华人过？闺女啊，你讲啊，我跟你不会谈讲啊，请。金色牙车，当什么物件？你是唔通忘记啊？那是阿母的遗愿哦。阿辉坚持啊，要家己去台北找片源，要跟我切断关系，伊无考虑到伊兄弟的姻缘。伊是咧顾面子啦，伊会请孙经理哦斗三工联络片商，啊，这就表示讲伊无路啊。就是安尼，我唔使烦恼。孙经理，规年通天拢伫咧华联，我都唔相信伊会当熟悉台北片商啊。安尼要安怎？你请咱实习个台北片商啊，直接甲孙经理联络，哦，阿公拜托者，家辉先去照顾。因为我跟你讲啊，唔通阿辉知影，是我搞的。我知啊。陈武伯，拄只我阁特别踅去阿婶个旧厝看，拢无人啊。阿了伊可能真正走去台北啊。莫怪哦。
前几天阿娘才问我讲阿三交易批迄地址伫咧底，啊你哪拢无讲啊？我打正经阿娘也看唔捌字，就咧问我，我也无想遐多啊啦。我再讲，阿娘从来都唔捌出外去遐两个所在，我想袂到讲伊会去台北。啊，你有打电话问阿三无？卡几啊通啊，拢无人接。好啦，看我啊，搁卡看卖，若搁找无人啊，我来重新走一撮。三娜，别艰苦吼，家人就家人啊，你生到这么壮才着，免惊娶无某啦。不得要加陪你。以前的宝贝呢？公司较大个所在，电话哪拢无人接啊！阿爸讲要去找你，你有见着面无？你咧哭？我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拢无人接啊！我看
我故意即摆起来台北一转。阿爸，我倒去来啦。规日我明仔载本来就要倒去台北，我去看囡仔。阿爸，啊你到台北，我看是啥物情形，随时打电话甲我讲啊。丽娜，阿丽娜，走来，来来，你来坐啊。安怎啦？啊，你莫哭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拄只无你妈，无你妈打电话转来，讲阿爸，替大伯发生意外过身啦。你已经规工拢无食物件啊！我看予你加减食一寡好无？你别怪我。你算是人家。你来创啥？我先专工哦，来甲老头家念票，先说看有啥物当斗相共的。这是阮的家事，无需要外人来介入。老头家啊，对我的温情较大天啊。敢袂当让我替伊念只香啊？福林妈，阿爸阿伯人的交情遐尼深，你要让伊念香，讲袂得过。错，那不是你啊！我阿母啦，绝对没有今仔日的。阿母啊，虽然你最后一天啊，我都跑到家里送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阿母，我能给你保证。我来还阁有一口开滴的时阵，我一定甲你所讲的力量、信心、希望，继续坚持落去。多谢你，一直对我这么好，你的温情啊，
我不啦，后世人才去报答你。多谢，老大哥。免假好主，我阿爸要死真真，佫认为你比我较在情，即马人走，你赢，欢喜哦，休良路，紧走。想说老头家，伊在对你袂放心吗？因为你做代志，想要帮倒啊！你敢会当帮你家己良心去看卖？你安尼做，敢对得起老头家，对你的寄望？敢对得起老头家，再等几年？阿布啦！不啦，这件代志，无你嘛想会当着，比那辛苦人搁较大。丽娜，是你啦，是你啦，我先回去。那有需要到啥个所在哦，你等下跟我讲。爸爸，我对不起你。
我到这嘛，我无法度接受，老头家已经走，伊都甲我当作亲生后生共款的。上一旧石头，我都做袂。啊！你也不是唔知影，阮阿三哦，自细汉不管是为车顶跋落，啊，也是甲人相拍，甚至哦是火烧厝，伊拢死无去的，足论命的，伊是天公阿囝。真正唔免啦，阮阿三哦无佮意住病院，伊连出事哦拢是伫个县医，伊是县城的客囝，县城哦会保庇伊的。宝贝，你开宝贝，真实的啦，是喜神甲我讲的。你紧开门啦！啊，头家，你哪有要过时间头啊来？阿娘，要开门无啊？头家，歹势啊！啊，好你真正这么功夫走来。阿三呢？在房间啦。阿娘啊，你实在是吼。拿一条被就做你走，我就想讲卖麻烦你啊。阿伯母，阿三，阿三，伊干那无喘气啊呢？叫叫叫我吃。阿三，阿三，阿三，阿三。为什么不回答？拜托你放过我好不好？难道你心里面还爱着阿三？阿兰，为了后妈，你想到每天你这样背后谈论，卖个门啊！现在，你这家东家是连着住，你学够了没有啊？啊？阿不啦，不再见。梦中是不在。眼睛。